来，我们来在复活节之前哈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纽约最大的这个 church 哈，这个叫 Riverside Church 啊，Riverside Church。那我们先看看这周围环境啊，这是在这个120街啊，West 120街和Claremont Street 啊，这旁边啊，那我们看这里，这旁边紧挨着是，看看这周围环境哈，这旁边紧挨着这个是。联合神学院，这个也是纽约最大的哈，Union Seminary 哈，然后这里这旁边，都是学校啊这些哈，这旁边是个国际教会哈，旁边这个是啊，International 那个教会啊，这旁边啊，这个看看周围环境。他因为疫情的原因，这个作为那个救助啊，那个医院啊这些，对，好久，现在也就 reopen 了哈，因为现在疫情好多了嘛，所以说现在就差不多重新开放了。啊，在复活节前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他有这个 service。啊，这是它的这个正门，来我们看看。它这里边有学校哈，school，啊，那个 Riverside Church 的这个，看到没有？最大的 Riverside Church。纽约最大的教会啊，Riverside Church。哎，在复活节，我们来看看它的复活节前的。这是它的正门啊，这是它的正门，这是他的门廊啊，lobby。来再回头看看啊。这是他的 lobby，这是他一个小的这个纪念厅哈，这里是看马丁路德金曾经在哪儿讲过，他在这个教会啊，看马丁路德金的这个讲，在这里，他这是小小的一个陈列馆，一个纪念，拉贝的一个纪念，这是他的那个一个厅啊，这是他的主日学啊，主日学的这个地方。这小孩玩的地方，玩的球场，小孩教会的地下室，是他这个教会旁边那个小的 chapel 啊，看没有那个小的 chapel。他的教会有好多小的 chapel 啊。小的礼拜堂，哈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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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
这是那个 Riverside Church 的那个 Chapel 的楼上，啊，我们刚才是在这楼上做礼拜，啊，这是 Easter， 整个 Riverside Church 现在做完礼拜了，我们看一下，好漂亮，这是哥特式的建筑啊，整个是哥特式的建筑，看到那花玻璃啊，纽约最大的教会也是最漂亮的啊，最大的新教教会，这个是 Rockefeller 那个基金会建的啊，这个教会啊 ，Rockefeller 基金会啊。整个看一下，今天是这个 Easter， 那个复活节哈，所以说我们是来复活节，在这里做礼拜，来，这是他的这个 Riverside Church 的最顶上这一层楼哈，看，它共有三层座位，这是最顶上这一层哈，这上面是 Oregon 和这个。它一共有三层哈，就做礼拜，好漂亮。看这儿，耶稣基督的像。来，我们现在在楼下哈，在楼下来看看这个 Riverside Church 哈，刚刚做完礼拜，参观一下，好漂亮。看那是楼上，那还有一层楼，还上面还有啊，还有楼上。这天顶啊！漂亮，看它的花玻璃啊，彩色花玻璃哈，这彩色花玻璃通常是描述了这个圣经故事，哇，你看在后面，这耶稣基督的像，它上面还有一层，上面是 Oregon 啊，四班的最上面一层，啊，那是可以听到的第二层二楼哈。哦、oh, ，you're looking. Oh, okay, sorry.
来，我们看哈，这是这个 Riverside Church 的这个 Arco 哈、啊，讲台这个地方也是祭坛，嗯，啊，这是牧师讲道的地方哈、啊，牧师讲道的地方，中间十字架，嗯，看这里，好漂亮，一直通天哈、啊，通到神那里，嗯。看整个会场，好看一下。这是 Eastern 啊。这是那个 church 的 lobby 哈、啊，就是这儿哈、啊，就是入口这个地方。看，这个 welcome， 嗯。这个 church 的那个 symbol 哈、啊，看到没有 ？church symbol 啊，十字架。哦，这是它的 lobby， 嗯。这是中间。这是他的 cafeteria 啊，中间的那个 lobby 啊。哦，这一个马丁路的江下，马丁路是 Kings。哦、这一个 hall 开 party， 嗯，看，马丁路德·金斯，他曾经在这儿讲过道哈、啊。嗯，这还是他的 lobby 哈、啊。这是他的食堂，嗯，食堂和那个就是吃饭的地方，活动厅啊。嗯，他的 choir 是非常有名的哈，他的 choir。这是这是他的 gift 商店里边哈、啊。嗯。嗯。